终于稳定下来了，二星巅峰武士。那是凌霄，这大眼神绝真是什么呀？瞧不起他，这么快就能让我恢复到一阶数炼师的魂力水准，现在可以自己炼制玄冰和丹药。废话，他可是现在学校的风云人物，连院长都不放在眼里。 哎，早上好啊，陆老师。你真把我的话当做耳旁风了，李云霄。过去了5天，也不见你人影。啊，一修炼起来就忘了？啊，二星巅峰，你不是进阶二星才5天吗？李云霄，该给我一个解释了。这个嘛，解释？什么解释啊？ 如何学会浮生印和大风云掌？我才闭关5天，你就成了一星武士。每天你压制住体内爆元丹的姿势是什么功法？还有，关于赤炼瞳的诀窍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院长怎么看的？院长认为你应该受过阳迪大人的教导，这些都是他教你的。院长大人真是冰雪聪明，一想就通，事情的确是这样。把事情都推到阳迪身上。 倒也合情合理。少来，家虽然是军方大佬，但却从未与杨迪有过接触。其次，据我所知，杨迪大人根本就不会大风云掌。你怎么知道杨迪不会？算了，既然你不愿说，我也不勉强。不过，你还是得跟我走一趟。嗯？我在数炼室工会替你物色了一位老师，他说要看看魂力情况再做决定。不会吧？ 让我拜师，我不行的。而且好不容易才让对方同意的，你不去也得去。是哪位高人呢？你让我拜他，他受不受得起啊？哎呀，等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快来，贾大师开课了，没好位置了。这阴风石是我们数炼师的禁忌，万万不可去踏过这条红线。 一定要凭借自身的力量向前。闭上双眼，闭上双眼。贾大师，上次说的李家大公子，我给带来了。云商大人呐，先到外厅给他做个魂力测试吧。走了。赶紧走。耽误我们时间。什么胆子？还敢收我？快！贾荣大师也是你能随便诋毁的。你们两个要吵起出去。赶紧出来！别在这丢人现眼。 对不起，我们这就走。贾大师，这俩傻帽子捣蛋，我这就赶他们出去。哎呀，人家不远百米跑来这份求学之心，你们比得上吗？你们知道他有多努力吗？那个贾大师，叫他李云霄就好了，不用这么客气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给贾大师打招呼？ 贾大师好！我正打算带他去做魂力测试。不用了，不用测试了。啊！小孩子没见过世面，还往贾大师喊。别打了，洛大人。您少天赋极高，不用做魂力测试了。天赋极高？那这个徒弟您？收。不，我又说错了，不收。小大师，你到底……只要您别再打他了，让我怎样都成。嗯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嗯，让开，张大师来了，张金凡大师，怎么到数炼师协会来了？是宫廷首席数炼师。